华敦桥在哪？这里吗？还没有，很远的。我们就要来挑战，就是我们不用手机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。我先跟你讲，今天几个限制，今天这个在北区，然后你不能用手机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把你手机的讯号完全关掉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我会传一张照片给你，就这样一张，就这样一张。这是101吗？对，那是101，一个纸飞机指向101，这应该是什么观景台吧？我手机还是让你拿着啦，你可以问路人，然后你自己先把你的网络关掉，我会在旁边盯着你，所以你也不能问朋友。我们现在身在板桥，板桥，板桥在哪？板桥、万华、大安、101。像你这个腿怎么会这样？人家不是说问路都可以去问槟榔摊吗？好哦，好，你知道这是哪里不？加，在我们这边吗？不是，我看过，找不到啦。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啦。我觉得他应该在就是新店、永和、中和，应该在新店那里吧。那我们先往那边前进。我完全迷路了，我要出板桥论坛。我们刚绕了一大圈，然后我们又绕回板桥。我们根本没有走出板桥一步。我记得那边是新庄那个 IKEA， 但是我应该不是要往新庄的地方，我们应该要往板桥。我们应该走华中桥，去到台北市，进到万华，沿着市民大道走，就走到101了。不对，我们没有要去101啊，我好像是这样。我现在真的是完全没有头绪，所以我应该要问一个人说，请问华中桥在哪里？看一下可以问谁。那边有小哥哥，我们可以去。请问华中桥在哪？华中桥过那边再过。那里吗？还没有，很远的。那华江桥哎？也是很远。后面，现在我要回转。好好好，谢谢。还是沙石车司机给力。这是什么市民大道底下了啊？我还是挺聪明的嘛。我真的觉得那边应该在新店。六张里有三吗？六张木栅对吧？是木栅吧？从这样看过去，101在那，是木栅啦。我觉得往新店有点错，因为新店是往下，木栅是右下，所以我们要去木栅。101不就在松烟旁边吗？我问人，请问一下，101在哪里？你要去？从那直接走的，要过去到新一路的时候，左转不到。新一路左转，那我问你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吗？这个不是在虎山那里吗？虎山？这个在山上的耶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右转。101在这么远的地方，那你这里这么远，你怎么会觉得在101找会找到？你看不是在跟我讲，这边应该是象山那里，这个地方是个重点，这边有一条河，你只要想办法找到这一条，你应该就知道这附近在哪。我觉得这栋建筑物我觉得很眼熟，我没看过耶。问啊。哈，真的不在101哦？废话，但不在101啊！这边离101这么远，他是拍得到101好不好？那你来101干嘛？完全不。请问一下，可以问你路吗？我觉得我被世界抛弃了。我们只要确认这个101的方向，如果是从那边拍的话，那一定在那里。如果是从这边拍过去，我跟你讲，因为101只有一面有山，所以它一定是山的反方向。你好聪明，这笨是你太笨了吧？找到了，上面这个桥就是这座桥，没错了吧？白色的底，一根白色擎天柱。我们现在刚从这里，然后嘟嘟嘟过来。对。
然后我们刚刚又右转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。我们在5分钟就到了，因为我们又回到桥这里了。好，我们去问人吧。他是登山步道，他爬山。所以我从这边要怎么过去呢？要过那个隧道。隧道。往那个国王部那边过去，往那边走会到圆山，然后圆山那边就是出去后，靠右边有个那个像是庙的地方，庙旁边有个步道往上走。好，谢谢。感谢你们，好，拜拜。我刚刚终于找到了一个学生，我刚真的是问好多人，然后大家都说不知道这是哪里，没看过，不晓得。就这个同学呢，他一看说，这不就是那老地方吗？就是这个吗？一直走就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回去小心，拜拜。然后我今天我穿靴子。高跟鞋啊，爬山累死！不是骑车吗？骑车找地点吗？我们到了，真的？你自己过来看，应该是那边，快没电了。在哪里？你赶快过去。哦，这飞机，这，看到了，看到，属于梦想的石雕。没有人看到了，有了，太黑了，太会弯了，哇！